把资料弄得太复杂，不然你会让自己累死哈、哦。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启动表单第一个，所以把它启动之后的话，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呀？让人家可以输入资料啊、哦，所以输入什么呢？随便输入资料都可以哈、哦，输入 enter，然后输入一些资料 enter，好、哦、enter。不过我先做一些假的好了，假如说我今天呢最后一个没有输入，按新增，它一定什么？请输入面试考核，哎，有没有它马上筛选到了。你有一个东西没输入，你有一个东西没输入不能过，啊，不然有些人真的就会给你不输入，不输入你怎么办？你要打电话问他说，哎，你有个成绩没输入怎么办？我要打成绩，我要你，如果是评审的话啦，啊，那你没成绩，我怎么决定到底怎么办？你就是为了你这个哈，哦，所以与其这样，倒不如你先不要让他过，好，哦，OK，他打成绩的时候就是不要让他过关就对了哈，哦，所以任何系统，哎，游标再放上去。所以基本上的话，判断出等于空的，然后呢，把它清，不用清空，就 set focus，然后呢，它一定要输入。好，可是它如果输入了120分，哎，有这种成绩吗？没有，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不，我们先输入哈，它可能是打一个什么，也有可能它用打一个什么 AAA 好了，类似像这样，或者打一个100分，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如果按新增。刚刚如果你没有做防呆的话，那它就一定挂掉。如果你有做防呆机制的话，你按个新增，它会跳出什么？请输入数字，有没有？它已经过滤到了。那这个怎么过滤哈？基本上呢，就是我们讲义里面讲的哦。OK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讲义里面往下，好，就这个 VBA 里面的函数叫 isNumeric。把 test box 啊，不过我这边是第四个，所以 test box 4里面的资料，判断一下，哎，是不是不等于 true？不等于 true 意思说是不是不是一个数字啊？应该可以啊，或者你后面可以等于 false 也可以啦。不等于 true 其实就是等于 false，哦啊，不过逻辑有时候写不一样哦，可能有些同学就看不懂了。不过这个逻辑就转来转去了哈，不等于 true 的话，然后呢？因为我习惯是哦，反正就顺着我们讲话的方式啊，不是一个数字，不是一个数字就是不等于 true，哦，OK，然后呢，then matchbox 请输入数字，还有一个 VB critical 哦，然后把它清掉，游标放上去，跳离，end sub 哦，end if 了哈，哦，OK，那我们把这个写上去之后的话，按个确定，它一样清空，然后呢，让我重新输入，一定要是一个数字。那可是我如果第三个是防呆是，我如果输入数字，可是有个问题，不是0到100之间的话，哎，那我这样按确定，但如果之前没有防呆，它就过了，可是现在跳出来什么，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，一样游标放上去把它清空，啊，这个写法的话一样哈、哦，是在哪里呢？在下面这个，就是test bar 4的 test 大于100，或者是它。小于零的话，哎，表示这两个范围哈、哦、都不是应该出现的。那我就怎么样呢？把它清空，游标放上去离开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基本上逻辑判断哈、哦、都有固定的写法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是要熟悉的。你只要把这个规则熟悉之后，以后写 VBA 就把它套用就好了嘛。哈、哦，写来写去不就是这样子？真的啦哈、哦，再复杂的东西都是从简单的开始。啊，很多人为什么复杂的不会？因为连简单的不会啊，更不要说你。所以有些人哦，写的很复杂的东西，我一看他基本的写的那种方式都错误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写出复杂的东西？所以我一直很强调啦，反正你就是把基础打好，后面你要衍生就会非常简单，因为你都不会错了嘛，不会错后面就都通正确。啊，VBA 程式是这样啦，它没有99分的，它一定要100分。也就是你只要写错一个小地方哦，你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检查那个错误，即便是一个刮胡，像刚刚同学找个刮胡，找到头都快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计算平均的时候，本来有一个刮胡，然后里面又有 CIND 又有一个刮胡，然后啊那个 round 又一个刮胡，可是如果你前面有刮胡，后面没有刮胡，或者刮胡的位置错的话，那也不对。好、哦，所以也许你可以分阶段啦，第一阶段 OK 了。在第二阶段，在第三阶段，哈，那这个地方我们把规则做完之后的话，那一定就是只能输入一个正确的成绩，它才能够过关。
那这样子做完之后啦，我想应该也没有说，这个系统应该如果你可能的房贷都想到的话，那这个系统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哈、哦，不太会有什么出问题的可能性。哦，啊，以前我们写系统是这样啦，所以我以前写系统就这样，很多东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只能给我照这样子，所以我的系统哦。可以活10年20年都不会坏掉，而且之后客户也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，因为我的系统就是什么都不行了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剩下来，所以你看我的系统啊，非常非常稳定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哈、哦，就是可能出错的地方，那这样不是很坚固吗？而且也很合理呀、啊，也很简单嘛，反正你照着输入就可以输入进去了哈、哦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所以。这些主要是给各位一些 UX，就是使用者界面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啊，因为 UX 也很重要啊，以前叫 UI 嘛，User 的 Interface。那你的工程师设计的话，就是以他的角度去出发。不过 UX 的话，X 指的是经验，是你要从使用者的使用经验去想，他可能会犯什么错误，哦、啊，那他可能会不会逻辑的错乱。所以呢，越好的 UX 就是越简单，不用学习，而且也不会出错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它一输入很容易，那也都正确的，自然而然这个整个流程都会很顺畅。哦，OK，那请各位也许试一下哦。啊，最后因为哦这个蛮琐碎的啦，所以最后做完之后呢，变成上面呢在 command button e click 的下面会有总共10个 if 啊。啊，4个是判断是否有资料，3个是判断是不是有是不是文字是不是数字哈、哦，然后呢3个是判断是不是0到100之间，所以你会发啊再来才是新增资料，所以其实我们是把它分2阶段，上面是房贷，下面呢也就是上面哈、哦、都是正确的才能够跳到新增资料。哦，所以你尽量去想啦，反正我刚刚举的只是可能会发生的例子，最显而易见的3种情况。那还有没有可能有更多？有，非常多。反正使用者什么情况下都可能发生。但是如果你都把它防堵掉的话，其实哦，我觉得啦，以后几乎可以不用花时间检查资料，那这是非常愉快的，而且感觉其实非常幸福的，因为感觉他就照着，而且他你也不用花力气去看资料是否正确，而且以后 run 出来的报表就会是非常，然后如果你要 run 图、run 报表，其实都会非常的精确了，没有错，你根本会有错误，是因为你前面有一个人给你搞鬼，输入一些不应该输入、不应该出现的东西，那变成你哎奇怪，为什么我出来的东西差距这么大？那你这时候就头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这么大的资料里面，你要去把那个错误检查出来，哦，那个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哦，所以与其这样子哈，倒不如前端先控管好，后面呢其实就会非常简单的，哦，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的，源头要把关啊，哦，OK，所以源头要怎么把关？就我刚刚讲的，请各位在最后这个地方，哦，好，那这个是有关。这个表单的一个初步的介绍，哦啊，不过这个也已经算表单入门，哦，其实表单能做的事情还非常多啦，还可以建个很大的系统都没问题。像很多企业哈，哦，写一个进销存系统，可不可能？绝对有可能。有没有人这样做？有，绝对有。像我教这个课程哦，啊，有些东西部落格啊，放网络上啊，甚至有美国的小超市，很小的，他可能卖有机的东西啊，啊，因为他找不到好的进销存系统，然后看到我有教这个，他说，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写这个？哦，我说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，哦，可能帮你推荐还差不多，也因为这样关系啦，网络上还蛮多人写信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们写，说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，哦，啊，不过可以帮他们推荐的，哦。那对他们来说呢，他那个系统就完全可以 match，而且直接把资料放在 Excel 里面，他就可以做后续的处理啊，不用说还要放什么资料库，还要转档，转出转入，还要干嘛的，不用，全部的资料都在 Excel 里面，哦，另外金融业好像也有这个问题，就是目前
其他的软体要使用还要申请，所以如果说你要做一些大数据分析的话，你倒不如把 Excel 学好，至少 Excel 跟 VBA 里面全部都可以了。我遇到蛮多学生都是我说啊，那你可不可以用 SS 啊？不行，要额外申请。哦、啊，你要资料库啊？不行，要什么都不行。那所以干脆把 Excel 这个学好就好了，专精在这里，其实基本上哈、哦、就可以变出很多的东西了啦。OK，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，把刚刚的这个防呆的部分呢也加上去哈、哦。那这个程式因为很冗长，然后其实我因为这边没办法用云端啦，其实我在云端上是有把整个程式都把它贴上去的。那有时候上课因为同学可能比较来不及啊，打字比较慢的哈，我就说，不然你先从网络上直接复制先贴，可以 run 再说，不然的话怎么办？你都还没写完，我就要讲后面的，我总不可能说等你写完我再来往下走哈，所以，要不然就是说，如果动作比较慢的啊，你大概先测试第一个就好了，那后面的也许你之后回去啊再把它补上，那我会希望说就是输入资料之前会多加一个防呆。所以表单设计的流程，一先把什么呢？先把这个表单做出来，哦，表单做出来应该会吧，由外而内，由左到右。第二个是把它启动，就是 Home 点 Show，对不对？那第三个呢，就是针对这个按钮去写程式，新增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个写程式里面又有两个，一个是先让它正常情况下可以输入，最后的话呢，再加上防呆。那这个表单基本上就 OK 了，好、哦，那如果他再做复杂，就后面的事情了。大概一个基本的表单设计的流程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OK，哦，应该可以理解了。而且我已经尽量把他那个流程 SOP 讲的算是精简的，哦，否则以前还有更多了，哈、哦，啊，也许细部的东西，如果各位有兴趣呢，也许可以再去针对哈、哦、那个进阶的部分再去做了解哈、哦，那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要继续哈、哦，这个就跳过了哈、哦，我们就再来就是有关综合练习里面的那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部分，哦，OK，试一下哈、哦，那刚刚那一题就是里面的程式。